2013年，世界级高端重卡SINOTRUK产品在这里下线。德国曼 TGA 系列原版技术，从产品设计、生产工艺、生产一致性管理、实验验证，一直到产品释放，采用德国标准。SINOTRUK 搅拌车重要配套件采用曼源供方，底盘大量采用国际顶级部件，上装与国内最优秀的改装企业合作，力求为客户打造国内最可靠的搅拌车。标配 MC11 发动机 B10 寿命150万公里，达到国际重卡发动机最先进水平，换油间隔里程长，大大减少了客户的使用成本。标配世界顶级的 ZF 变速箱，全同步器，操作灵活，输入扭矩大。标配前盘后鼓，提高了刹车效率。采用发动机排气门制动，降低了制动器的磨损，提高了轮胎寿命，制动更安全。采用德国曼300×808+8双层车架，后平衡悬挂，四起马螺栓，断开式平衡轴，微型推力杆，提高了车架的承载能力，有效解决了搅拌车受力在两端的特性。针对大方量搅拌车的需求，特别推出了三层车架，提高了车辆的承载能力。 AC16 桥承载能力高，传动扭矩大，能够更好地满足国内恶劣工况的需要。国产化德国曼 TGA 技术驾驶室，高性能的换挡操纵及气助力方向盘调节，带腰部气垫的空气座椅，优化的驾驶室四点悬浮悬架，让用户享受到国际最先进重卡的驾乘乐趣。独具特色的中国重汽车队管理系统，有效地帮助了客户评估驾驶水平和操作技巧，降低车辆油耗，实时监控车辆的运行数据，有利于车辆的远程故障诊断，更好地实现了车辆的控制和管理功能。无论是路途平坦，还是艰难崎岖，或是人迹罕至， SINOTRUK 都以其无与伦比的性能如履平地。精于品质，方可轻松自如。
SINOTRUK， 制动世界，愉悦同行。